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叶家宝先生同2008 ATV 亚洲小姐亚军颜子菲小姐在美国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，在2013 ATV 亚洲小姐竞选美东赛区主席何子慧女士，国际妇女论坛代表赵善敏女士，亚视美东广告总代理 EMO 行政总裁毛义德先生，以及一众今届亚姐候选佳丽陪同之下，一起为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主持效忠仪式。